开心的手舞足蹈，谢谢耶诞老公公送来祝福的小礼物。去去了这边，你看圣诞老公公。小朋友今天来到花莲慈院日照中心，跟长者们同乐，感觉很快乐。小朋友是我们的希望。小小的心意，暖暖的拥抱，大小朋友脸上都挂着幸福快乐的笑容。带新闻黄梦晶、翁国佳、花莲报道。